欢迎收看宏观热点，我是刘红。台军汉光39号实兵演习近日举行，尽管民进党当局声称本届汉光演习是史上最逼真、最接近实战的一次，但岛内舆论却指出，本次演习不但槽点多多，而且处处是美国的影子。相关话题，我们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，听听他的解读。游子祥老师您好。刘红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在24日台军汉光39号演习的第一天，台陆军6军团的基隆弹药分库就发生了爆炸，造成了9名士官兵受伤。据了解，汉光演习39年间发生过14起意外，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任内就发生了7起。您认为这反映出哪些问题呢？为什么会不断的在演习中间会发生这些意外呢？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台军现在招募非常不容易啊，因为募兵的待遇也不是很好，而且随着两岸关系变糟呢，他的战备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压力又大，然后待遇又不是那么高，所以一直有招不到人的问题，而且很多招来的人未必是去战斗部队啊。台军里面负责战斗的像坦克、战机、火炮的部队呢，很多的边线比，也就是编制的人数跟实际的人数，实际的人都到不了80%了，所以你就知道缺人很多，战备压力又大，那当然你想要加强训练，你就会有点担心会不会有很多人承受不了。像台军去年招来的人有20%后来决定赔钱也要离开，为什么？压力太大了。所以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招不到人，压力很大，战备提高。那第二个原因是台军的这个武器装备啊，过去都很老旧，虽然美国现在好像卖了一些新的，可是新的主要的都还没来啊，所以现在很多都是旧的。包括这次基隆的弹药库会爆炸呢，是因为他把旧的弹药从外岛移回台湾，那个到底多旧，而且过去保存的时候保养的时候好不好，是不是造成这次会爆炸的原因，大家都很担忧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因为人员招募不到，训练不足，装备老旧，所以造成台军的演习呢经常是会出一些状况的。不过这就告诉我们了，台湾一直在说要备战，说备战才能止战，所以高调的在备战，可是如果真的引发两岸冲突，那个伤亡恐怕是用100倍千倍甚至万倍来计算。所以如果大家看了这个事很担心的话，很多台湾民众呢都觉得应该努力的避战，不要老是以为天天搞备战就能带给台湾安全。岛内政论节目曝光称，有美国退役军官认为汉光演习全是按照脚本在摆拍，您对此如何评价呢？今年台军的这个准备呢，事实上是被美军逼着啊，美军的顾问逼着说今年得更要像实战。美国人认为的实战是什么？就是要打刚刚讲的滩岸的决战，要躲在壕沟里打肉搏战。但其实啊，这在台湾很多人眼里看来，这个也很不接近真实。台军现在想象的情节就是大陆解放军会从沙滩啊，淡水河西南边的那个8里的海滩登陆，所以他们怎么做呢？就在岸边放各种阻绝的物品，什么铁丝网啦，电线的这个笼子啦，啊，在那边放了一大堆，或者用过的车子、报废的汽车摆在那，说这样可以挡住解放军，然后挖战壕啊，人家就说，哎，你这个符合真实状况吗？第一。大陆如果真的要登陆，第一步一定会先用火炮、无人机、精准弹药先把你这边清除干净了，你在这边表演有意义吗？第二，淡水河河口大陆有那个气垫船的，如果从那里进来，那根本不经过你的沙滩就进入台湾的城镇了啊！还有，现在大家都知道大陆有很好的登陆艇，所以如果用直升机机降，他直接就跑到你那个沙滩后面去登陆了。所以简单的讲啊，那整个设定就是非常不符合真实的，搞个小小的岸边的那个阻绝物，或是搞个这个壕沟，就以为能挡住大陆。这次会被批评就是他那个壕沟旁边里面啊
有那个拿着枪可以打解放军的一个射孔，结果那个射孔就是几个木板，上面叠一些简单的泥沙。大家想说你这个能挡得住谁啊？大陆来登陆的话是装甲车来登陆啊，你靠这个怎么挡得住呢？所以后来就被批评，什么汉光演习，恐怕还是跟过去一样是汉光演戏。